你那咖啡请慢用。石笑哥，嗯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啊，在家磕着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严不严重啊？教练和学员全世界顶尖的，只是会比你现在更辛苦。去国外训练可以提前摸清楚各国选手的实力，这个机会真的太好了。石笑哥，我。 来，我预祝你明年取得好成绩。你真的觉得我应该去吗？当然得去啊。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应该是去还是不去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我想象不到你有什么理由可以犹豫。我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云竹，在现在这个时间。 任何理由都应该为你的未来让步，包括格斗吧少女综艺，我会安排为你调整时间的。怎么了？你看，关于此前有媒体及网友猜测我和徐总为情侣关系，我再次澄清，我和他只是工作关系，我心里有喜欢的人。这样，志孝哥怎么办啊？他在我身边。 这个就是我的理由，云竹，我送你回去吧。我说我喜欢你，你看不到吗？我已经很优秀了，我也很努力了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你对我的那些依赖，那都是亲情。那对可思议呢？可思议就是爱情。 对吧？对，云竹，不好意思，云竹，我送你回去吧。我到底哪里不如可思议？ 云竹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云竹，你别追啊！我哭的时候不喜欢被人看见。